对，我看非常痛苦。我们这个巴尔诺夫应该这也是不小心的，他也其实呢，在现场呢，每个选手其实都有佩戴护裆，但是每次踢到裆部呢，第一都不是有意的，第二呢，这个护裆的这个也是因为它非常的硬，所以说是有任何的刮蹭呢，也是好比较疼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回放，在第一二回合啊，这个连续下去嘛，穆罕默德在第三回合也是体现了他的这个体能严重不足，所以呢在第三回合一开始呢，虽然说有很多的中扫，但是一定的打击，但是巴尔诺夫也是丝毫不惧啊，在第二回合慢慢的将节奏找了回来，然后在第二回合消耗了这个穆罕默德大量的体力，让穆罕默德在最终第二回合休息的时候，在场面休息的时候也是喘着粗气儿，然后在那儿他的马上第三回合开始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团队还是让他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，在之前的一二回合中，准备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走，下面接，下面接，下面拖过去。